被卖身青楼的女人有多惨，老男人粗暴地撕开衣服，她却只能忍耐迎合，尊严早已不复存在。可即便如此，还是会有人羡慕，因为没有客人的妓女过得还不如下人，几十个人挤在一起睡觉，没有多的活动空间。杨辉楼里的花魁名叫陶若，他做这一行也是身不由己。20年前的一个雪夜，陶若的父亲山本爱上了杨辉楼里的一个女子，他们打算一起私奔，却被打手追杀，女子被活活砍死，留下山本带着襁褓中的陶若。老铁们 shorts 时长有限，点击评论区置顶链接观看全集。